Good morning, everyone. 今天是礼拜六，我们在伦敦的第五天，现在又出来逛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往 British Museum 那边走，去试一下运气，因为忘记了，在网上预定。离博物馆近了，这边人就开始多了。看那边排队的人多多，我们试一下能不能够进去。进来了，这里面还有卖吃的的，摆得这么漂亮。今天早上遇到的游客，亚裔游客里面韩国人特别特别多。现在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是1828年盖的，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给国王乔治三世做的一个图书馆。后来现在是 House of Enlightenment， 就是之前人们都只是相信宗教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把人们从学习宗教带到一些学习其他一些自然界的一些东西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埃及馆看一下。这里展示很多当年希腊的文化对罗马的影响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楼上看一下缅甸的 Myanmar 的展览。刚刚从博物馆出来了，而且我们避开了一场大雨。伦敦这种每天下一场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现在灯已经开始亮了。